Oh no！ 2022年都快过去了，没想到天行者还能刷反11层的国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期呢带来的是战舰成真刷的天行者反向11层全服最快记录。那说实话呢，这时候天行者还能把反11层刷了，我还是有点意外的哈。因为自从天行者发布这1年多以来，中间呢有好几辆 A 车承包过这张图的国服记录，分别是兰博基尼、宾珀、新皇呢，之前也刷过。那么经过了这么多代的 A 车搅局，最后天行者还能扳回1层，你们说意不意外？反正我是挺意外的哈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行者是怎么扳回这一层的。